迎接元宵节，新北提前启动12米高的龙宫主灯，瞬间点亮新北大都会公园，青龙悬在空中，让为期17天的新北灯节越夜越美丽外，还带着古老传说。以龙腾新北，不要云霄为主轴，用《山海经》的传奇来塑造很多的珍奇神兽。要演绎《山海经》，青龙主灯和神兽搭配声光特效做变换，主灯秀每半小时展演3分钟，邀请西班牙及原住民艺术家跨刀策展，打造绿能发电和 AR 科技互动灯组，结合传统灯饰、科技互动的体验，还有美食市集，让我们新北充满着人情味、年味。市长侯友宜抢先逛灯区，开心和小朋友合照。新北灯会打造5大特色9大主题区域，每一个主题区都有亮点，邀民众感受《山海经》的视听觉飨宴。记者纵不挡。